希望您可以完整看完。有99块钱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有99块钱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我会请你吃饭。有99块钱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充个网易云会员，一年的。可以。有99块钱的话，你会用来干什么？买一个有趣的季节，蹦蹦跳跳一下。设计师的答案果然不一样。Hello， 欢迎回到被等时，好久不见。是不是太久没见，头发长长了不少呢？那看到前面也知道，99块钱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可以请朋友吃饭，可以买衣服，可以存起来，可以为生活增添一份乐趣。那我呢，就看到了优衣库和 JW Anderson 联名的这一条休闲抽绳长裤，并且。入手了。那版型方面呢，整体比较宽松，显得比较干净利落。在裤长方面呢，也是恰到好处，不会太长，但也有一点堆叠的效果啊。裤子上面还有一些条纹的点缀，尽显英伦的风格。材料方面是运用了100%的棉，所以舒适度方面就无需担心了。那话不多说，快来看一下我的上身效果吧。那在看视频的你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这一条99块钱的超级神裤啊？那我当然是希望你能找到这一条99块钱的性价比超高的一条 Uniqlo 的神裤，然后搭配出属于自己的搭配。正所谓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那大家记得一键三连，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